歹势，歹势，咱当心，注意听，伫楼顶也是楼骹吼，因为咱学倒摆吼，那是伫迄边囥伫迄边大楼，头前学倒摆吼落来刷一下。谢宣读台湾民进会主张甲立场。台湾民进会主张甲立场，第一，台湾民进会主张是根据国际法律，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仍有台湾的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依照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台湾民进会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括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台湾民进会的立场是无使用暴力或者是武力来促使流亡中华民国的政府结束伫台湾的占领。第四点，台湾民进会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也就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所推动的事务无合作，也无配合。各位同心请坐，主席致辞。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今天真感谢大家又再一次来参加咱这个法律的演讲。今天秘书长真无闲的时间内底半波来遮，甲咱指导下暗留咧和咱主餐来做演讲，和大家见面。今天阁有咱台中州。郑州长，郑州长嘞，郑州长从台中州一间新考到的公秀要来和我们交流一下，听讲伊嘛考足济人，我嘛感谢高雄州咱石凯州长，伊嘛带领高雄州因中心公秀考到即个未来要处理咱台湾。基层的师傅，即个行政人员来甲咱参加，真感谢。咱嘛妇女会总会长郭会长来甲咱指导，多谢。真侪贵宾来甲咱参加，予咱今仔日的演讲会搁较精彩所以咱即马个甲时间，予咱秘书长来甲大家做演讲，请。因为今日大部分拢是咱的同志，咱的同心，嘛是众将官啦吼。大家晚安，大家好。他拄啊有一个人，伊敢那介绍无多哈。咱的副主席，就是陈兆民，伊马上就要接咱的政治局的迄个副院长。在这个礼拜会布达，同时今日真欢喜呢，三个州长到现场呢高雄州做台中州台南州，差不多互恁占一半去啊。这个今日拄啊好，这个郡守奉榜，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那个做高雄州呢，有19个，台南州呢20个。台中州呢20个，21个哦，我拢真计较呢，差一个。新竹州呢，17个，这对啦吼。宜兰州呢，15个。台北州我住了那14个，113，够遐济。我手中的迄个资料是108，甲迄个梁山伯吼，迄个叫做。
梁山伯，你知不知道？梁山伯迄个也做英雄哇，迄、那个迄、那个水浒传啊，哎，108个哇，都多好。我想我今日摕到迄资料哇，108，遐多好啊，108。这个，那个这滚秀哈，滚秀，伫这个3月2号啊，我想今日应该好大家拢知影。3月7日呢，这滚秀啊，拢要伫啊，做恁中央啊集合。集合以后呢，伫这个50个郡啊，这滚秀呢，差不多要派定任务起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哦，咱的这个做台湾民众已经。迄、那个伊现主席的进度吼，已经到郡各国呢，都、就是啊，做乡啦吼、镇啦迄类的，都、就是 city 啦吼 ，city 或 county 迄种的。所以这个郡的当讲是咱现主席后摆咱台湾民进会诶上届基层吼、哦、最基层的一个组织。所以郡以后呢，搁一个郡务委员吼、哦，郡务委员。所以可能外口有真侪台湾人会感觉真奇怪。啊！你是算真啊，算假呢？吼、哦！啊，拢那敢那吼，啊，就有真济真济代志的迄个安排哦，好像是真的。各位，我跟恁讲，绝对算真的啦。像来讲算真的，你也要看，甲不要看呢啊！我若跟你讲，中华民国要离开，你要相信无？要相信你举手？真系假的啊！啊，你拢是讲相信中华民国讲要离开吗？你？有真个代志哦，你爱看迄个现象现象呐、啊。这个、现象是啥？就是讲你拍开网络，中华民国已经无起，你敢知影？即马现主席伊遐行政单位啊，拢剩一个叫做行政院啊，什么话行政院拢无讲。还有一个什么内政部，以前弄些中华民国内政部、中华民国警察局，即马拢无啊。这中华民国拢提掉，那有全世界弄迄个中华民国拢提掉，啊，即摆用什么话甲取代？我国，你甲看吼，电视也好，不管伊报纸也好，伊即摆来你开记者会吼，伊只毋敢写中华民国呢，伊拢改写我国。你若唔相信，你甲注意看麦，啊，麦研究所主持的所有会议拢写我国，啊，这我国到底是什么人？是咱台湾民政府吗？还是中华民国？坦白讲哦，中华民国伊确确实有咧拍拼，拍拼啥？伊想讲哦，甲美国讲，伊讲哦，我嘛会当变作台湾民政府。伫迄个马英九就职的时阵啊，你毋知影过伊个无？有一张图啊，伊伫伊个总统府啊挂一个伊个国旗出来，你毋知会记得无？顶悬红的，下骹青的，中央呢有迄个12道的迄个光芒。你唔要注意起来，迄所在就是伊甲美国讲，伊讲哦，如果你美军进来，我听起来，你有看啊？我讲唔对的，红的伫下骹啦，啊，蓝色的顶管。伊甲美国讲哦，我嘛要成立台湾民政府，对这啦。啊，但美国甲讲哦，免，台湾民政府已经有伫咧啊，伫华盛顿 DC 已经有台湾民政府，咱的办公室。为2010年到今日为止，还佫伫咧，你奇怪吼、哦，种来名呢吼、哦？哎呦喂哇，绝对袂无。2010年的7月4号，美国伫甲咱建的7月4号。菲律宾伊独立是甚物时阵？1946年7月4号，美国帮忙菲律宾建国，所以用7月4号。啊，7月4号，这个是真特别的日子呢。什么日子？对，美国的国庆日。啊，所以美国嘛要求咱台湾民政府，我是7月4号啊成立。其实咱的台湾民政府是当时成立的，2008年的2月2号，啊、哦，2月2号到今日，这久啊，咱来讲一个良心话啦。中华民国这个当局到今日为止。有甲恁处罚无？无呢？啊，有甲你用刑罚的代志甲你约束无？无呢？啊，今日呢，我冇听到咱有几个同志吼，啊，真欢喜哈。咱的杨先生啊，杨春泰先生呢、啊，哦，伊是胡伦虾，算做真大的官啦吼，
三啊，三会三会拍摄，三会做的，我真欢喜呢。哦，秘书长，我给你报告，我今日头一摆吼，用半年来吼，要拄电梯拢拄袂着啦，啊，这半年拄啊好拄着啊，好安那拄着，警察甲抓落来，下日来挂迄个牌，吼、哦，啊你想看卖吼，迄、那个牌有甲处分，有甲处理无？你认为我有甲处理会下手？啊那无会下手？下日来拢知影，绝对无，到今日为止。咱这个牌已经挂三四个月了，不管敌对，挂这个牌拢通行无阻。啊，有真侪警察人员看了咱的牌，讲吼，啊，这是美国大使馆的牌呢。其实不是啦，吼 ，USMG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TCG 的台湾民政府，咱的车牌。咱刚出一千台呢，啊，这千台哦，四界走，走看今日无代志啊，啊，去身份证。我相信恁大家拢知影，尤其这个十二月二十甲二十有去日本的，有真侪人 passport 去予迄、那个，伊去换迄个机票的时阵哦，去予收去，啊，要去换钱，要去银行换钱，啊，煞都爱证件对不对？啊，这中华民国身份证，人要予你换无？无爱啊，人讲伊假啊。但是有动心摕咱的民政的身份证出来，会使换无？诶，什么会使？啊，身份证当换钱？唔是啦，摕身份证会当做证明啦。即张会当证明讲吼，你的身份啦。啊，安尼啊，真侪人吼，看到我会使换吼，哦，大家拢去试看卖啊呢。摕五十块嘛，你敢换呢？伊讲我要试看卖，开开下都换出来。各位，这个身份证到今日为止，我们有两万多张。事实上，已经证明讲，伫中南美。在美国、在日本拢会通，唔是玩具。安倍晋三在这年来底伊迄个表现，你应该拢看会出来。咱十二月二日去祭拜靖国神社，其实在十二月二日的以前，十二月七日时阵，安倍晋三的助理有打电话，伊讲哦，安倍哦，在十二月底哦，我那边去拜靖国神社。但迄阵我话说会报出来。如果伊绝对袂去，吼、哦，伊不会去。啊，所以呢，咱十二月二十一号去的时阵吼、哦，我特别问讲，安倍有去无？伊讲无咧。啊，但什么人去？安倍晋三的助理，迄、那个助理呢？你哦，就是这个，这位啊，为咱去靖国神社去皇宫啊，拢对伫咱的边啊。啊，伊当阵伊去的时阵。咱二一去安倍迄个靖国神社参拜，二十三去甲日本天皇祝寿，伊当时去二十六号，二十的早时十点半我接到电话，伊讲伊九点半，日本的时间九点半，咱是十点半，伊就向外口宣布讲伊要去啊。啊，即摆伊去的时阵，你有注意一点无？去。咱去靖国神社，日本人去靖国神社拢盖什么款的领裤带？乌色的，日本人是盖乌色的。干那恁台湾民众的人盖什么色的？这条。所以安倍晋三伊为着要甲咱表示讲，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伊甲伊的助理拢盖甲咱同款的领裤带。迄是无虽然是无讲出来，但是哩。所代表的意义啊，非常清楚。所以安倍今天这边你拍命拼，伊拍命在今年的修宪没有通过。哎，伊宪法哪叫通过啊？日本天皇会直接领导日本，日本天皇会拿地雷啊，一个日本天皇要拿地雷，算代表啥？大日本帝国仍然存在。台湾人六十八年来，国民党甲咱改拢总无共款。拢总甲你骗，为什么光复节？什么光复节？国小的迄个课本的光复节已经取消，你敢知影？因为呐，伊家己已经挡袂掉啊。因为即么台湾人拢知影讲，哪有光复节？光复节迄天叫做愚人节。十月二五，迄天唔是光复节呢？恁台湾人建树啊，你打败仗怎么有光复节？四月七日，行宪纪念日。咱台湾的行宪纪念日，所以四月七不是愚人节，四月七其实是
日本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互咱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所以咱拢照美国的进度伫行，美国要求军售较紧互过，咱即马军售，咱伫楼卡有一张全台湾的行政区的图。三月二号下晡两点，咱只军售呢108呀。按照伊的意愿，互你家己拣，你要来对一个军来服务。但是呢，你若来迄个官，你都要负责这个官的所谓一切行政啊、政务啦、啊，拢都爱。那这政务伊不要面啦，不要紧，咱台湾民政府一家一家，咱会请专家，包括日本人、包括美国人来家己上课。上课你免啊做一个军手，而且军手一个人敢无法度做，无法度呢。所以咱即摆现做一个军内底先看三个军手，所以即摆后摆每一个月咱拢有军手的考试，每一个月拢有考。啊，啥来考？因为即个军手做做以后啊，真有天的可能升官，啊，那升官就欠，啊，所以就要来补。所以呢，啊，你们想讲咱的军手已经考满了吼，啊，无机会，有机会。爱去读军校的考试，实在是无简单啦。我听人讲啦，咱这个也做顶礼拜考嘛吼，204个考，204个人，考掉几个？31个。但是落尾啊有加五个，这五个是啥？一考几啊摆？我有讲过，那考两摆加两分，考三摆加四分，啊考四摆加六分，安尼尔，考五摆嘛是加六分尔吼，别当直直加去。啊，所以呢？这个我嘛是同款，爱甲咱各位讲吼。我希望拢总会当来考军手，先来考军手，因为你做军手的人啊，早晚一定爱甲美国面对面谈判。你别当讲人美国讲这个，啊你讲那个，啊所以呢，所有做军手的人，你对这个范例要很清楚。最近局势在改变了呢，马英九身躯边啊一家学者。讲钓鱼台若要解决，要求甲咩？马英九讲要按照法理。我唔知道你有看到这条新闻无？想来讲爱法理，你想讲全世界讲中国，伊歹讲法理，伊讲我拳头无较大粒，我就要讲 no， 迄未通啊啦。因为即卖来讲啊，啥物人个拳头无较大粒啊，真歹讲啦。但是你中国绝对比袂着啦。我问你，中国甲日本若战争个时阵？什么样的战争？你拢是爱国心的吼，啊，实际是日本战争无唔对，因为双方是讲差足多，两边的武力差有够远的。你敢想讲一项好？中国到今日为止，伊所有战斗机的引擎，拢唔是 Made in China， 无一架飞机的引擎是中国做的。引擎甲汽车无同款呢，伊汽车是讲哦。啊、你自己去晒晒个晒偌久？诶，飞机的战斗机的引擎啊，晒时数有规定呢。几百个小时以后啊，迄、那个引擎你都无派买换呢。啊，伊那边换是伊边啊换？你总未讲渐进渐进换讲？稍等下，我引擎过换了再来跟你讲，无迄个代志。所以中国的武力你免惊，啊，人伊的船啊，的武力是有历史以来中国人。那个海军的力量啊，拢是非常薄弱，所以我是用这个时间呢，我甲各位，互恁家己分享啦。所以你们看报纸，真正报纸拢未看呢，但是报纸的广告咱来订啦。因为你若无订报纸，你像咱这边这个过年的时阵，里边也无甲《中国时报》订一个头版的，你有看到无？有看下手看嘛？哦，安尼未歹，安订了有目的啦吼。啊，但是有真济人呢吼，啊订这个报纸吼，听讲找遐亲来，甲讲吼，你台湾民政府你还不相信？你看看《联合报》都有登这个报纸呢，你看看《联合报》，用《联合报》即摆已经立场有问题了。你若伫《中国时报》登哦，我才要相信。我你看后边一张，后边就看，哎，《中国时报》个登，哎，好奇怪呢。其实，一定想啥，咱拢知呀。即边的《联合报》甲《中国时报》的广告，咱拢无写字，敢那一个 logo， 写一个台湾民政府。为百姓服务，安尼啊？咱台湾民政府上个主要的就是变啥？为百姓服务，安尼讲对不对？对。啊，所以，所以你做官呀，未使贪污，好唔好？
今天啊，今天呢？今天哈，啊那那谈不完啦。啊，您家己讲的哈，您家己讲哈，枪毙就是。啊，我家己讲哈，其实您都免烦恼讲哈，做迄个官，伊现主是中华民国这个制度啊，所谓包括伊的税制啦，伊的迄个所谓商业行为啊，很多事情咱认为要甲打破啦。后者讲，愈好业人缴的税金愈少，啊，愈善的缴的税金愈多，啊，是老百姓愈来愈善。韩国白白在遐毕业，即个韩国一个月薪水偌济？7-8万。啊，新加坡偌济？8-9万。啊，以前讲四小龙，但嘛算其中的一个，啊，即个拢无呀。啊，是安怎？不会很奇怪嘛？马英九。也福茂，大家讲，而且福茂真歹，无唔对。其实咱拢知影，我们台湾民政府看在眼里，但是很主席呢，我们不讲话。啊，那不被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很主席，我们没有得到政权。那阿别对了政权以前，爱较点的。啊，我感觉咱的东西有真济吼，吃吃掉啦。啊，去外口吼，讲呛声啦。啊，我安怎啦？啊，你啦，阿怪你啦，无迄个说会安怎？我是感觉讲这拢卖讲。咱上界重要一点个呀，事情会看看挂好搞。咱这边的点招啊，到现就是为止。咱只要过四摆点招哈，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当然过四摆点招会偌济人我唔知啊，但是呢，我就烦恼啦，因为咱事情个啊，看起来这边的点招哈。大概我都上济，我都刚才3000个左右尔啦，啊，咪差差一千个。哎，我是感觉讲哦，这可能是老天的帮忙的，啊，甲安排。军事108，哦，外资也是108，啊，你现在讲113，我搞不清楚哈。108来讲哈，啊，咱即摆即个军事呢，你军事唔是讲你独独一个人，我都去迄个所在服务的啦，一定爱有啥物，爱有迄、那个。啊，做军务委员，军务委员哦，就是也很小内阁，啊，这小内阁呢，你别当讲哦，啊，我凊彩叫都内阁啊，不一定啊，你叫凊彩叫，啊，有一天你去叫，甲咱一个执政的时阵哦，我讲你若去执政，一人去执政，一人去就任的时阵，我跟你保证，你一定用害死。咱这么跟你讲哦，啊，这签无要紧呐，啊，那以前的人拢会当签，啊，你也袂当签。你好当你个签干嘛呀？别人签无代志，你签了还会变成贪污，足济即款个代志吼会发生啊！所以呢，咱这个群秀啊，108个人吼，咱即马开始我们要受训啊，职前训练，同时呢，要甲人甲大家人教讲，要安怎做一个群秀？哎，毋是干呐，也要读册就好呢。你也要读册，你不一定群秀我都做啊。群秀就是等于馆长同款。啊，你免选举啊，免选举当做馆长，未歹嘛，干不是？但是呢，虽然是未歹啦吼，但是是不是？你可不可以讲，你只是去做一个馆长，啊，你总有人情压力嘛。所以我嘛甲咱这群秀吼，诶，这人甲大人讲，你上好吼，唔通拣你住的所在来做群秀啦。你若住伫，即个你住的所在去做群秀啊，我甲你保证，你人情压力啊，你排不掉。啊！你唔相信？你若去做那个地啊？啊！你本来拢无出的亲戚拢出来呢。哦，啊，这阿姐阿姆阿伯，都拢出侪啦。啊，迄个弯刀的什么人？啊，迄当中啊，几啊年前以前，我甲你斗三工呢。啊，你即摆唔知，即个甲斗三工者。所以我互恁知影就讲哦，我今日想想恁贵秀来坐在遮，你来知影，你唔通去，你若伫这个，可不讲你是新娘出世的。你上好唔通去新营做滚秀，因为你迄个压力太大了。你真正压力那伤大是嘛？你迄个人间的代志哦，拢无都排除。啊，你若无都排除哦，一摆无要紧，两摆、三摆、到五摆、六摆安那，你就害啊啦。所以呢，利用这机会，甲这滚秀哦，我来小讲一下。中国这个习近平最近讲的啊，做。防腐打贪啊，打贪防腐，就是讲哦，遐贪污的啊，哦，伊拢去甲拍，啊，这个啊做腐败的代志哦，拢去处理。但是我跟你讲，
真危险呢。你想讲既得利益的人一点点和习近平来处理吗？未必见得。极端的权力就是极端的腐败，尤其在中国这个所在。因为我有很多消息在跟人说，中国有真有可能为了挽那个要挽救伊迄个国内内这些代志啊，可能会发动小规模战争。啊，这个小规模的战争哦，你甲看这整个局势，东北亚伊就无代无志，甲你宣布一个啊，做东海的迄个做飞航的迄个管制区。啊，这个一直宣布的时候，美国哪讲暂行？你注意看哦，暂行。而且讲要求，这航空公司啊，爱甲中国呈报飞航计划。哎，奇怪哦，伊刷了去中国想，嗯，安尼问呢？南海伊嘛要实施。哎，这边南海的时候，美国佫出来讲不可以，你袂当闯，你若闯会安那安那，有无？哎，你袂感觉讲美国人很这么奇怪？啊，过来，安倍晋三去祭拜靖国神社的时阵，美国敢若有几个单位讲的欢迎都无同款。我当你讲啊，美国表示非常失望，但是公的以后，国务院内底的副国务卿佫出来讲，美国并没有反对安倍晋三祭拜靖国神社。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咱的官网嘛有啊。其实，卖讲恁呐，全世界拢飞去，尤其中国更加飞。中国哎，到底是反对还是不反对？大一下没有反对了，而且无反对先啦。美国知影，中国一天一天更加强。美国是希望，伊现准时将伊全世界上界强的武器，拢刷来伫日本、甲菲律宾。啊，啥物刷来伫日本、甲菲律宾？诶，美国足侪年拢无战争啊呢。啊，战争若无战争安怎？所有武器拢放伫仓库呢。啊！这抗日仓库拢无消啊！干袂使，干袂使！你袂做袂当用遐武器，家己帮伊家己嘛？一定会发动战争啊！所以我家己个人的预测啦，吼，日本甲中国会有小规模的战争，时间呢超三天甲一礼拜，啊，就结束啊！啊，那三天甲一礼拜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台湾就出头天啊！啊，出头天在上讲的，习近平讲的，啊，习近平甲给了一句。他现在不敢再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说是什么核心利益。所以有很多很多人，很多人尤其是没在我们的民间受过训的听过课的，他们说对这现主席的国际地位都搞不清楚啊，有听过课的就都知道。但是呢，台湾人也是到今为止这个头脑并不起，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啊，真失望啊！我边啊，甲足侪人讲哦，啊，拢不爱听啦。啊，讲啊，啊，那啊，恁那后摆那阵政府换人哦，安尼伊若要换身份证，伊当再来换就好啦。有讲这句话无？有嘛吼，大家拢有嘛吼。啊，对了，这款的时阵，你办无多伊呢？吼，啊，真简单嘛，你甲试看卖啊。过去一块换四万块的代志，后摆变作一块换四十万。伊讲，我那话安尼会乱，伊一块换四万块都无要乱，啊，即摆哪会乱？袂乱呢？台湾人，即美国是，我感觉一点就讲吼，你台湾人吼，拢用真侪，拢用感情。台湾你独立，独立好唔好？各位独立好唔好？好啊，那唔好，真好啊。但是问题讲独立没搞定的时候吼，会发生战争啊，安尼敢好？当然唔好嘛。你要独立。你要独立，你也唔要问你头家，头家，啊！你头家什么人？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无同同意，咱同意是咩独立？这间厝都明明处处讲不会使，我不爱交予你，你就无当讲将这间厝变成你家己的，所以一定爱去问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到今日为止，其实日本天皇知影，今年四月二几的时候，奥巴马要去日本。这边会跟日本天皇见面，啊，跟日本天皇见面要讲啥？有啥物咩代志还袂讲？台湾甲平和的代志，因为自己去年的生日，日本天皇讲一句话，迄是从以前到今日头一摆讲的，
伊先生伊讲啥？伊讲吼，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牺牲310万人，这310万人，伊对这个人啊、表示无限的啊悼念。当时呢，有一部分人还没有真正真正的得到自由，还有一部分人无得到民主。奇怪呢，日本人什么人无民主啊？对，台湾，你就顶马上你就听有啊，台湾呐、啊。啊，咱台湾人家己唔知影呢，真可怜呢。啊，咱有民主无？人家讲无，但是报道讲有呢。我讲怎个叫民主的啊？来，我问你啦。干那这个选举啦，选举就好啦。什么叫做选举？照道理来讲，这点啊，美国人甲听，但今年为止啊，伊把都停出来。伊讲，安尼袂选举，那选举真好啊。我选举真好，无唔对，我嘛同意。但你台湾的选举敢有好？啥物无好？来，我问各位，你用无你的良心哦？你伫遮位？你捌代志以来到今日选举的时阵，你捌提过迄个贿选的钱，请你举手。对吧？拢有啊。安尼选举够公平无嘛？咱遮只几个人尔，啊一半以上拢举手呢。安尼即个选举哪有民主？所以咱家己美国人讲了，因才知影讲哦，有影呢。啊，啥人安尼？东山。啊，什么真正讲叫做东山？不是东山呢，那是国产呢，国产。什么国产？日本人老的，因拢全拢变做引导的。啊，用迄一日卖到今，还搁咧卖呢。啊，足厉害呢！啊，愈卖愈多，因为时间到，伊就用遐个钱啊，啊，钱加钱，钱生钱嘛。啊，愈来煞愈好呀。啊，所以你台湾人，我都伫这块土地来做主人哦，没有办法。所以美国当时跟恁讲的，其实他们讲吼，美国含英国吼，因捌参详一个代志。伊讲是安怎？1949年、1949年这中间来台湾的遐中国人，恁不爱将遐人甲当作台湾人来看待。各位，我讲吼，是安怎？我就甲问嘛吼，啊是安怎？伫现准时台湾这款的政治的局势内底，遐领导者拢是中国人。但是因拢讲伊是台湾人，但实际上拢是中国人。我讲你甲看，现准时马英九的这个团队内底，十个有七个、八个拢是中国人，甲了两个、三个是台湾人，公公的台湾人。啥物演艺界好赚钱，拢是中国人，台湾人拢嘛无。但是台湾人我唔知影，因为媒体也好。教育也好，很容易就将咱台湾啊，诶，甲咱这個台湾啊，污名化，啊，将咱台湾啊，讲你讲的话拢无水准，讲台语叫做无水准，啊，都要北京语才有水准，所以台湾人就是变起来，因為中毒足深的啦，吼、哦，啊，因为今日无必功课啦，吼、哦，今日我看法拢是冬至，所以呢，我今日我想我留这个20分吼。哦和各位问啦，什么问题别问拢会使，哈、哦！啊，你问了，你干嘛讲？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幼稚？不要紧，拢来问，啊，不拢给你回答，安尼好冇？来，为即马开始，有啥物问题别问我哟？啊，今天跟阿来吃饭了呢，来，吓、啊。昨昏吼，阮家门口有一个人开车来，那就甲问讲一条路安那去，啊，我伫甲伊报了。伊就赶紧要去迄个人因家，所以伊就一边开车一边买物具哈。然后伊就甲我讲：“啊，恁家那挂美国国旗？”我讲：“哦，啊，咱较早日本甲咱订两粒原子弹，美国甲日本订两粒原子炸弹哈。那日本退了，美军占领咱台湾嘛。”那所以咱即马是属于台湾的民政府，你唔知嘛？伊讲伊唔知，啊，即马伊就甲我讲，好，安尼吼，好，安尼咱来拼赌。伊意思就是讲，伊参加倒一个党，我是不了解，但是伊的意思就是讲，
要来争看是倒一边赢安尼啦。所以啊，伊就足紧就要去迄个人家，所以伊就开走啊。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实在，好，我嘛伫遮有一点啊思考安尼。这个问题真简单啦吼，要拼就是要哪拼，法律的物件是要拼啥？丢就丢，唔丢就唔丢嘛。啊，这真简单吼，这美国入来时吼，你今年听清楚，今年六月甲八月，美军上少上少有八千名要入来台湾，啊，迄阵要拼毒才来拼毒，你免甲伊拼。啊，佫一点真重要，各位，恁爱讲老实话啊，恁厝的美国旗有挂的牙签，啊好，恁若这个挂美国旗的人吼，你听清楚啊。你唔通叫是讲，迄支美国旗挂伫遐无代志呢？迄支美国旗挂伫遐，所有警察人员、所有国安局人员拢袂当入去恁兜。我唔知恁知啊，是唔知？你甲试看卖啊！你若国旗、美国国旗挂落去，所有警察机关拢袂当去恁兜。迄是干哪哈？哎，唔是啦，迄干哪？迄叫做辟邪啦，辟邪啦。你若无挂，我甲恁建议，你会使挂啊。民政府甲这个美国国旗会使挂啊。其实你挂偌紧嘛，你挂以后，人真正垃圾物分哦，摕来中央国换嘛，永远换免钱的呢，对不对？所以恁做你甲挂出来啊，你美国旗甲民政府旗甲挂出来，绝对无代志。有代志，我甲恁负责任，安尼好唔好？来，啊，搁有啥物问题？必须要啊！照你头拄仔讲的吼，这我是拢讲讲出今年年底啦，年底就会就时局就会改观啦。啊，即马就是咧讲咱吼，即马我伫网官网内底吼，拢查无一寡，譬如讲伫家己打出来讲优待啦，优待根本免纳啦。吼，啊，佮有一寡头拄仔秘书长咧讲，四万有身份证的人。一块换一块美金啦，无身份证的人四万换一块啦，我是要求40万换一块啦，他都，不好意思，换一块美金，我是要求吼，是讲咱政府是不是有把这个做成一个法案，像咱身份证安尼有一个公民法案吼，先紧甲办起来吼，啊，我若要共讲吼，无嘛讲叫伊去家去查官网，较安全安尼啦。啊，谢谢秘书长。哎，我讲吼，一块不是换一块美金，一块换一块的正台币。咱阿伯正台币要甲美金啊挂钩，就是美金起咱起，美金落咱落。40万换一块，是因为1949年六月十五，中华民国用一块的新台票，甲咱换40000块的台票，旧台票啦吼。啊，咱即卖呢，因为时间到啊，咱要甲换倒转来。好、哦，迄、那个新台票要甲换倒转来，所以咱的正台币呢，你有40万的正台币，才会当换咱的一块的正台币。啊，你这个物件呢，咱已经上课讲几啊摆过啊。啊，敢那这个上课已经第79期啊嘛吼，敢那上课讲的这个物件吼，都是证据啊，无一定爱写什么法案啦。安怎讲呢？台湾人讲的话拢算话啦，无一定你写啦，那签了，中国人才去签物件，啊，签的拢无效呢。啊，那台湾人啊，讲话就算话，安尼好唔好？所以你放心啦，啊、哦，咱来持证，马上发行正台币，一块正台币等于一块美金，咱是要甲伊挂钩。但是你若无身份证诶，咱容易当作中华民国的人、中国人打扮，打扮意思是怎样啦？哈，佮当作安尼嘛。啊，虽然伊是，伊讲我不是台湾人啊，我唔是中国人，但你就摕中华民国，无你甲证明你台湾人嘛。你要来证明台湾人啊，伊绝对无阿多哈。你一定要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中华民国身份证就是中国人。我顶日上课你讲啦哈，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是吧？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啊，所以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拢赶快，拢是中国人，啊，有清楚无？啊，很清楚。来，咱这个民政府这个单位的人，大家拢足有台湾心嘛吼。啊，但是吼、哦、啊，一直听咱的这个秘书长来讲，一直真侪人也阁唔知有这个单位，真可惜。啊，是唔是讲吼、哦，咱的
一冬看是要用春夏秋冬四个季，还是安那吼？有那做这大型的伫了户外了，对啦。像安尼吼，咱真济人啊，哦，高雄、台南、台中州吼，安尼甲办一个全国性的，哦，甲办哦做一场，啊，方逐渐诶无形中会吸引真济新闻记者替咱宣传吼，这替无等于免费替咱宣传哦，这个比较咱的少，也可能搁较好少。哦，这我的建议是安尼，以上。哦，这个建议哦，非常非常的好，啊，一百分，但是钱呢？来，我问你，你有捐款给台湾民政委，请你举手。啊，若无捐哦，台湾民政委，请你举手。也拢无嘞吼，啊，无钱是要安怎办呐？当然，唔是讲无多啦，咱来发动，嘿，专款专用。在北中南都办一场，也有可能咱今年一个啊，做1月1号迎新会，咱就伫桃园办迄3000人的这个聚餐哦，哇，迄场啊，惊死人呢！迄场的影片哦，有几人起来看，伊知影，超过100万来看那迄场的影片。当然啦吼，我还在等时机啦，我想讲等时机，看这边的点招啦。电招的比率有高，有迄个时阵，再拜托咱大家吼，共同来共襄盛举，来北中南来办一场啊吼，足大场，安尼讲好唔好？好。稍等，你敢那拍手，我唔想拍手无效呢，拍手是无多办呢，还有迄个口口呢，对不对？嘛还有口口呢，所以干的时阵吼，大家先来认真来拍拼，安尼好唔好？啊，接着再拍手啦！这个秘书长吼，咱头先咧讲到这个正台币跟新台币的兑换吼，啊，要怎么样兑换？啊，又是用新闻钱做标准，那先新闻钱的时间点怎么样计算？这个时间点很简单啦吼，就是咱执政之前申请的，因为执政以后吼。就免向州长申请咧，向什么申请？户政事务所就发了咧。啊，户政事务所免钱啊！啊，你即马去申请要1000块代表对不对？迄1000块，咱台湾民众要5000块行李嘛，要用迄个消费券行李嘛，对吧？所以很简单嘛，那5000块消费券咧，哦，迄福利足多的啦，哈、啊，福利很多啦。所以就以时间点，我们执政迄刚开始来遵守哈，直接进前诶。我们可以发给你，啊，你呐，底下进以后的申请的时候，免钱的嘛，你所谓户政事务所来申请就可以了嘛，安尼好冇？嗯，啊，迄、那个钱的兑换哦，赶快以迄个时间点，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做准，因为身份证你要注意后边吼、哦，弄很火嘛，几号以前的，1块换1块，啊，那几号以后的，就40万换1块。秘书长你好哈，我伫外口咧讲招吼，我碰着一个问题，这個、问题吼，就是我迄朋友吼，拢都20几栋的朋友，啊，而且吼，登记上吼，拢伫咱个党外咧拍拼。我想我去遐讲吼，应该轻而易举就会当讲，但是吼，我拄着问题，我甲介绍咱个民政府的代志吼，伊甲我讲一句话，讲。你掉毛啊！你敢知影？啊，我安那甲讲吼，安那咱以咱的法律甲讲吼，拢讲无效啦。所以吼、哦，我有一个想法出来，我想讲吼、哦，咱是毋是因为咱的能力究竟有限，是毋是会当拜托即个美国军政府要求迄个中华民国甲咱的国籍松绑？安尼咱要讲吼、哦，足好讲。啊，无伊甲伊白条，你安那讲，伊都白条，伊嘛是认为讲伊是中华民国，你要安那甲推翻，吼、哦，这是一个大问题。好的，你讲的吼，我是一个事实啦，吼，但是你要知影吼，美军来击败台湾的时候，但是就解决了嘛，对吧？美军一进来就知影嘛，但是其实台湾朋友已经开始撤退，伊看无咧，啊，咱看有啊，啊，因遐外口的人看无啊。我台湾人吼很奇怪啦，吼你讲伊东华，那有啥物东华无东华？伊若东华的时阵，伊咧支持即个做民进党就不对啊。民进党的东江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啊，对不对？啊，你若看即摆愈行愈偏，愈行愈偏去啊。
啊，够有效无效嘛？啊，你若真正过中华民国，你会全死去啦！哈、啊，中国全吞，绝对甲你吞去的啦，迄是绝对的啦。即摆谁啊？中华民国对咱无法度，因为美国伫咱后壁。即上尾即个毁灭啊，就是咱呢。台湾人最后的迄个毁灭啊，未去让伊分化去，就是咱啦。所以他拄啊，迄个建基之后吼，北中南办一个大场诶，很好啊，哈、哦。但是咱卖考虑呢，咱有能力办这个大场诶无？大场要办的时阵，咱的经费，除了经费以外，还佫欠啥？欠人呢？你话得叫遐济人无？哎，总袂当讲，干咱三千个，哎，迄个三千个无效呢？看我得叫三十万人无？问题是遮呢？三千个很简单。哦，来吃饭，足侪人来吃饭。啊，那这种的大场的，迄个做造势还是什么话哦？啊，伊叫想那么去选举嘞？咱无要选举啊，哈！啊，无要选举的时阵，咱办这个大场的经费是一个问题。你人我都叫过哇，所以我常你讲，叫咱大家爱较高的嘞，叫咱大家人爱较活泼的。这我讲就是讲这啦。我问你嘞，你敢有迄个能力讲一个人，我都叫一百个，你叫一百个讲含你做伙来去一个所在，你有法度无？你有法度你举手？两个尔，两百个尔尔啦。好啦，啊无叫十个有法度举手，十个。哦，那是嘛差三分之一尔。你也想看嘛？所以时机啊，还没有成熟啦。好不好？你甲看啦，还没有成熟啦。咱即摆成熟就对不对？食饭成熟啦，哈、哦！食饭哦，甚至过来甲你发脾气呢。啊，你啥来无叫我？哦、啊，很好笑啦哈！但是大家拢真急啦。我相信在座哈，每一个无一个例外，拢足急的，快点较紧哦。啊，其实美国嘛讲，我尽快行李啊。但咱迄个这人哦，聚集不起来。即摆过来消酸气。你看你这一选举在一个二人，咱我都懂无？二到了十一月二十九号要甲动，咱若准四千个一万，绝对甲动掉。他们讲我没有把握呢，咱叫一万无？咱的学员甲即马初级班啊，未四千个呢，三千九百几呢？啊，电招的请三千个，我估请三千通个呢，啊，佮差几千个呢？啊，这一千个你帮一千个呢？一千个才付几个月呢？哎，那讲起来要怪咱家己呢，对不对？恁家己想看麦，你家己摸你的良心，你这两年来底，你介绍几个人去听咱上课？恁家己摸良心看麦啊！你有叫几个？啊，你若你叫我俩，你也能叫十个，但是你别人我哪我哪叫十个，对不对？所以台湾人吼，卖讲嘴，我多讲啊，实际上做。有困难，好，这大概是思考看看啦，思考看看，大概思考看看。来，阿哥来，要三分钟。哎，对，确定。秘书长你好哈，我上礼拜看迄网络，你有讲一件，就是美国的态度啦，就是美国他是希望我们就是有一个双政府制，然后之后你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了，所以我想说之后那个是要怎么，美国的这个实际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我的实际态度就是讲，希望我们动作要快。四千名一东西一公里啊，咱高最高发言的时候，伊就跟你讲啊，你训练四千个，我尽管行李。我们还没有达到啊，好像还差一点时间呢、啊。而、啊、且 这一点时间，我得爱几年，你也去嘛啊。那卡西讲咱起码高级班呐、啊，咱起码三礼拜一个高级班嘛，对不对？俺为起码开始干年底，有几个高级班？听我算的呀，但平均一个月一摆，即摆过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嘛，十个月过去加两届，十二个月，啊，十二个月，那平均每一届拢有一百个，啊，有一千两百个，啊，你也许有机会了。啊，但若无一千两百个呢，这几年都过不多呀，对不对？所以美国的态度是这样啦，就在这个地方。你台湾人跟他讲，哇！你家己要独立啦，你家己要建国啦，你家己要创啥？哎，讲几波，你实际行动拢无嘛？你实际行动要提出来嘛？对不对？叫台湾来考军秀，你拢无要读册，要考军秀？哎，军秀真简单嘞，
考两百题尔，对不对？啊，是非题甲选择题尔呢？啊，有简单无？当然嘛，无简单啦。即我也知啊，但我袂当，我都拢考内底的物件嘛，对不对？拢考内底的物件，是非选择，我爱先写选择题啦。安尼是非题若无时间的时阵哦，加上那圈圈叉叉哦，会当用摇的。啊，若拢写圈，嘛掉一半；还是拢叉，嘛掉一半。但是圈较济啦，我知影。但你唔通用摇的，用摇的无，你考袂过啦。哈、哦，用摇的你考袂过。来，一个问题吧。有一寡一寡人客啦，啊，因怎啊开始烦恼讲，啊，恁若安尼解了了，我甲恁对遐保险要安怎？啊，你免烦恼吼，你若有身份证，我拢甲你承认。你若台湾人啊，一切优待，安尼好无？就简单嘛，你若中华民国，我绝对不会甲你相信嘛，你是中国人嘛，对不对？你若有台湾民政迄个身份证，我拢甲你认定。但你若中华民国的，无咱一张呢，拢是中国人。你中国人，我就中国人给你打扮，很简单啊。所以你要相信，不要相信领导领导的代志嘛。你有身份证，我给你相信，我给你当作中国诶台湾人去办。啊，你若无，我给你当作中国人，我一定安尼做诶，你免烦恼。所以你做应该过去过去剃剃啦，可能过剃剃，看会用剃剃偌久。来，要个问题吧。秘书长，各位酒店家，同心大家好吼。像我也当直接问的秘书长，因为我即马有一个问题，就是即马国小国中的教材已经拢甲台湾省的首这首都是在南京，所以即马嘛有做者拢模糊，已经其实有很多台湾的人民已经都模糊掉那个焦点。那也很多人现在在，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听到一些消息，就是要办中华卡。那我现在想要问的是，如果我们的亲朋好友真的有笨笨的，然后真的去申请了中华卡，那因为那是一种国籍的一个认定，那秘书长就是秘书长，你有什么样的就是建议我们，或者是现在他们现在只是还在推行这政策当中，那是不是有什么建议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说？第二个问题是，我相信我们的这一些同心当中也有一些的家属是。公务人员，那他们如果假如我们政权转移之后，我们知道公务人员都有终身俸，那他们的终身俸以后的政府依然承认吗？好，谢谢。当然哈，他都要第一个问题哈，中华卡哎，免安办，你免问我，爱问你，你爱你的责任，爱甲你的亲戚朋友讲啊，对不对？不是问我呢，你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负责啊。你的朋友若要去办，你也讲，哎，你办这個，你少考虑了哦，你变成中国人哦。啊，民政府马上成立哦，美国面马上面一摆哦，对不对？你也该讲啊。第二点的问题呢，啊，做哎，你他讲啥？啊，是公务人员的问题，我已经讲过。那十八派，你变你啊，继续你啊，十八派可以。你若十八派呢，你的囡仔十八岁以上的囡仔都袂当分一栋厝。啊！你若无爱，你若放弃的，你就去摕迄十八，迄、那个囡仔十八岁以上的十步走啊，拢有家己的厝。啊，看你买十八趴，你若买十八，继续去摕啊。哦，啊，但你若买厝的，你来放弃迄十八趴。所以，咱有那对台湾人，我们会给他很优待啦，哈、哦，给他很优待。啊，佫有啥物问题无？秘书长啊、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哈、哦。我过年之前哈，高级训练班回来哈，我的超考挂两支咱的台湾的旗啊，啊结果过年之前我大清扫我个北来去，啊结果我厝边啊哈，职业军人退伍的，伊我之前有甲你讲过哈，我女儿高级训练班回来以后，打电话给我女儿，我女儿打电话给我警察，叫去阮家去阿站岗，结果我提资料去警察局和警察解说，啊，结果大概那个警察就是阮的官区，啊，伊甲阮厝边啊讲，结果呢，我挂两支迄个台湾的旗啊，伊结果呢，无偌久会去挂一支迄个国民党的迄个国旗，安尼我咧想讲吼，他大概是。在向着我，你搞我示威安尼啦，结果后来我就没有挂了。啊，我想讲吼，你美国的机啊吼，我想讲等下咱啊
接政府的时阵，政府接票的时阵，迄阵你高机啊，我才来挂，因为迄阵你靠烂，啊，迄阵才来挂。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想讲好要请教赖秘书长，我们那个劳保健保，健保这一方面哈，那鳌拜那六个月缴一次，那六月的时候爱个缴一盖，那以前是不是爱缴？谢谢。爱缴，啊爱缴，你若台湾人，我拢甲你承认嘛，我甲你讲过啊哈，讲几啊摆啊，你若迄张台湾的身份证诶哈，你所缴的钱，咱拢承认，但是你若买张身份证，我来讲用中国人甲你打扮。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对付方式啊！第一点，你挂迄个民政府跟美国国旗啊，我已经讲过啊，你做你挂，啊，伊要挂迄个国民党的旗，伊要挂五星旗嘛，因兜的代志。那你不要去，你免烦恼啦。我已经讲一遍，我给你信心，美国国旗挂出来没有问题，有代志我拢给你负责任。含车牌都啪啪走啊！你讲迄个旗也袂当挂，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我安尼啦吼，这个我时间到，我离开啊。啊，即下后壁时间来交予周长，予周长去解决所有问题，谢谢。好，感谢秘书长，哈。好啊，咱阁过来时间，吼、哦、啊，咱即马阿未开放开讲的时间，吼、哦，歹势，咱即马吼啊，感觉阁有问题，比如像伫只应当有重要的问题、艰难的问题，应当问伊，吼、哦、啊，今仔日。是一个足特殊的日子的前一天，吼、哦，今仔日二十七号，明仔载是2月28，这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做歹袂记的时间。今仔日我看到报纸，人伫访问柯文哲，柯文哲伊是28受难的家属，啊，伊正要选台北市长，啊，进前为着28的代志。伊讲到，因爸爸去参加28的聚会，当下每一届拢会哭。哎，讲到遮，然后更着甜起来。啊，记者就继续甲问，伊顾立雄就甲踢球，讲啊，这个过去的代志啊，吼，因为都要过去啦，吼。对受难的家属来讲，咱要强迫伊去面对这个啊，真艰难的过去。真正是真痛苦，咱嘛唔甘，但是咱做台湾人，敢有法度甲袂记哩？咱来看中国人，中国人伊制造一个南京大屠杀，因敢有袂记哩？伊嘛是三不五时就提出来，甲日本伫咧乌乌讲，是安那？这个民族中国人，伊做代志两套标准，对伊做过垃圾代志啊，恁做拢袂记哩？咱来向前看，唔通向后壁看。啊，别人咧，别人一定追究到底。咱台湾人敢袂有安尼怎骗伊？哦，咱讲，咱向前看，咱爱甲秋分放落来，大家唔通阁计较。受难的家属会用卖虾米计较？因为每一间要计较，都爱甲遐痛苦的记忆全部揭露出来。但是做一个台湾人，我感觉咱无法度袂去哩。咱的祖先，咱一挂前辈，咱即马看二二八，足侪即款的记录，无台无字，安尼用台词。一挂精英为着中国人伊统治的方便，伊怎个哩？无论是非黑白，都安尼个台词。而且毋仅台词你的人，佮台词你的家族，啊，即届甲咱台湾人，即个精英台词遐侪，害遐个家族到目前，啊，佮有人。唔敢去讲这个代志，咱台湾人敢有法度把这个仇恨放袂起哩？对家属来讲，咱袂使要求做啥，
但是做一个台湾人，我认为咱爱甲这过去中国人所加伫咱台湾人身上，即个悲惨的过去，一项一项爱甲退转来。咱爱互正义，爱有成长的一天。对德国，伊嘛是安尼，伊即摆伫摕德国要收日本，伊讲德国因对遐犹太人所做遐代志，因德国啊，即摆有承认家己错误，有甲遮犹太人悔失嘞。但是日本嘞，因讲话讲日本无，但日本含伊是啥物关系？日本有像德国人杀犹太人杀遐济人吗？小镇，有一间我伫家己啊演讲，有一个东西好气不破，感觉卖油机来无要放。伊就讲修正，无你讲像台像像台像的啦。修正无你负责讲，哦，我都爱啊，为你死去，你嘛台湾人，我嘛台湾人。修正这就无得片面，因中国人够较搞。讲扬州十日台死偌济人，咱若看因中国的历史，哦，长平之战一届，吼、哦、400,000人台掉，我搞的。因这中国人这样一头台人，伊来台湾台人，尤其是安那。伊伫中国拍输日本，啊来台湾压枪对付无手无寸铁的台湾人，伊敢样拍呢？尔，伊啊边边讲，大家拢压枪去输赢，伊无一定拍赢台湾人呢。因为台湾人已经武器拢扛落来，即个台湾日本人互因压枪，安尼乌白拍，乌白连敌，台湾人是时阵都爱接受即款的武力，所以明仔是第二班啊，每一年。到这个时间，我感觉足侪台湾人心肝内底拢足艰苦。我曾经有一届啊，看报纸，伊描写着伫寿山的山卡，啊一个啊台湾人去予中国兵来抢劫，爱写迄个过程。我看起来感觉，我那迄个情形，怎拢像我家己亲身经历过同款。伊写讲中国兵啊，拢无甲你弄门。一腳就把你門斬破，人入來，啊，厝頭家問講要創啥，伊嘛無講要創啥，槍就為下頭甲開落。我著看著迄個情形，我感覺迄個槍是拍伫我下頭感覺，我看著夠唔甘願。啊，所以我感覺對台灣人來講，咱絕對無法度袂記即個過去，家屬，咱應當愛互伊啊。让他有一个安静的日子通过，但是我感觉对台湾人来讲，这后摆拢爱甲退转来。咱即马啊，台湾民政府进行到即马，头拄啊秘书长讲到安倍，安倍含咱同款去拜天皇，甲天皇接受去靖国神社，咱拢介迄个认识个领导，大家就感觉讲，日本足像忽然间哎觉醒啊！伊感觉讲，台湾民政府这是一个真个代志，台湾伊是未来爱处理个一个所在。我含大家分享最近个新闻。伫一国个时阵，闽南你敢会记哩？我迄阵啊，甲伊讲迄两个日本办个台湾管理法，哦，你看以后都吹掉无？伫一国个时阵，哦，足侪人伫骂啊安倍，讲伊是啊去拜靖国神社。伊就是去拜遐个啊正番，吼、哦，表示大日本帝国军国主义要搁起来，要向啊周边个国家发动战争。你中国人真够学袂讲，真够借口啊来发挥伊一挂心内底垃圾代志。等于说，大家去访问阿辉伯啊，讲啊，李登辉总统，你感觉安倍去拜靖国神社，你认为对还是唔对？李登辉总统拜靖国神社当然啦、啊。行啦，靖国神社内底服侍的人，拢是为日本牺牲、对日本有功劳的这些人。安倍做一个日本人，会去拜对日本有功劳的人，有啥物唔对？啊，这个新闻的下骹，伊忽然间讲，来，这件代志，日本那个一件代志，你讲因为无阿伯做着，因为赶紧去做，啥物代志？就是赶紧完成。制定日本版的台湾管理法，日本版的台湾管理法，这个代志最近都发酵。伫国会议员一个是安倍的小弟，伊从啊联合70几个
各位议员开始真正要来推算制定一个日本版的台湾管理法。啊，大家已经讲啊，台湾管理法闹啥？啊，就伊所讲喜欢制定台湾管理法，嘛是为着要加强台湾和日本的交流。啊，交流的规范内底，咱需要一个法律来规范台湾甲日本这交流啊有合联络的。咱台湾无啥物法，咱嘛含英国交流甲变变着。咱嘛做侪囡仔去遐读册，伊嘛做侪人来遮做生意，观光交流文化啊，做侪科学，做侪交流。是安那？英国免含咱签着台湾管理法。是安那？全世界目前敢若美国含台湾签着台湾管理法。啊，台湾管理是法律呢，两个国家的交流，是安着因个国家爱做一个法律规范这交流的内容。啊，中华民国，伊那免写一个美国台湾管理法，美国的管理法，讲你台湾要和美国交流，啊，你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讲啊，咱来用个名称是啥，啊，两个啊发生在地面处理，是安那无？是安是美国对台湾有这个法律？台湾这中华民国是阿无对定讲，阿咱嘛来定一个法律。全世界目前干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对台湾有法律规范，台湾和美国两个交流一个月的规范。阿你去看在 AIT 诶网站面顶，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啊，除了后边较严肃的问题，伊所讲嘛就为着增加台湾和美国的交流啥啥。讲个足普通诶，但是是啊，全世界跟美国啊，在台湾民政府受训过啊，你就渐渐了解，有来听演讲过，你就渐渐了解是啊，因为台湾这块地是日本，是美国目前占领，美国对台湾有权利啦。美国对台湾这块土地，伊目前啊，佫有统治的权利，所以伊要爱规范到底王生林名称。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在当初美国和台湾，这个中华民国联邦政府还有邦交的时阵，哦，伊同王有邦交互相有好多交流，但是伊已经把中华民国给放下了。伊把中华民国最后迄个卫生系统，人工人迄受伤、受重伤、伫交互病房卫生系统，即马柯文哲上岸搞叶克膜到嘞。虽然无能行动，但是看起来生命还维咧维持的。中华民国为1949年来台湾，就是那到一个卫生系统叶克膜的一个政府。啊，到尾啊，美国决定讲好啦，归去叶克膜个北调。所以，伊从对台湾这中华民国，伊就无叫做中华民国，伊叫做台湾当局。为着要维持美国对台湾这个土地统治的法律上的一寡问题。所以，对台湾要有一个台湾关系法来管辖台湾和美国的交流的关系，有一个名称要改定。啊，别个国家唔免，别个国家都含你做生意。啊，对你，你是中华民国，什么随在你讲，伊认为你都唔是一个国家。即卖日本，伊忽然间，那会去想到爱来用一个台湾的关系法，因为因即卖开始了解。台湾这个土地是伊的，伊要和美国同款，伫未来和台湾美国隔得顿的时阵，伊要有足侪法律。台湾伊到底日本要认定台湾这个土地，是要从永春啊，明治宪法实施迄阵啊，台湾有一个总督府，台湾和日本是即款关系，还是啥物关系？台湾已经和日本脱离开69年啊。六十九年这个时间，足势在种变化去啊！未来日本要来和台湾搁结合做伙，因必须要重新思考呢。伊重新思考未来和咱台湾来接受的，虽然是天皇伊有权利，但天皇有可能要叫这个安倍政府来面对台湾这个土地未来被和伊安那接受呢？这个、台湾关联法就是未来。日本和台湾要处理这些合并，也是讲要组织足侪代志，伊需要来考虑的呢。你若无对台湾有权利，你凭什么用一个台湾管理法？所以这代志愈来愈明显。但是阵啊，伫新闻我看到迄两张图，奥巴马就职加二重桥，这两张图代表什么意思？
这两张图伫当初咱伫2010年伫四季酒店开台湾民政府美国办公室成立的迄个酒会内底，美国的代表请咱的代表提当个秘书长的。迄两张图所代表意义，就是两个有主权、对台湾有主权的国家，伊甲你讲，就是真个两个。即卖美国已经有台湾管理法，含台湾咧处理两边交往的即个规范。日本呢？日本伊拢唔知，但是即卖知影。所以，先啊为安倍因小弟来召集，甲发动即个台湾管理法，日本版的台湾管理法的制定。伊是安倍小弟呢，啊，这安倍小弟所代表的意义是啥？安倍绝对知影，所以他必须讲，伊去靖国神社参拜，伊嘛是含咱同款，伊代表啥？政治啊吼，我常常听啊，一个东西咧抱怨讲啊，是安那美国就讲一句话就好，咱台湾就免拄安尼艰苦济过，政治。真侪时间，拢是必须爱安尼处理的。伊那无直接甲你写日俗美赞交来互你，伊先用两张图。政治就是必须爱安尼，咱拢含柯文哲同款，政治素人，咱拢唔捌参与过政治。咱的想法拢做简单，等于有代志就直接讲嘛。政治就是无法度讲，政治无法度讲，咱伫看伫美国国务院对主权的认定的时阵，因为一个拢即款表现。啊！伊都唔知影，伫迄撮钓鱼台啊，开始日本含中国伫纠纷的时阵，啊去问迄撮个国务卿希拉蕊，讲啊钓鱼台到底谁的？日本讲目前管理权是日本的，啊主权呢？伊讲 no comments， 你比较人想看我这部 no comments， 就讲我不爱表态，哦，这不爱表态，最近有一人用到上界淋漓尽致的周玉蔻。人家讲，啊，你去爆料啊，连胜文，甲你讲迄个消息，迄是毋是姓宋的迄个什么人？伊嘛不会讲是，嘛不会讲唔是。伊讲啥？我不要评论，不评论，不评论，不评论是啥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知影，但是我真不会讲。对法律来讲，叫做保留法律的追诉权呐、啊。我现在不要改革，不代表我不要改革，我想保留我的权利。我现在 no comments， 就是讲我现在不会讲，但是不代表我唔知道。我需要讲的时候，我就来讲。啊，这对有权利落在伊手头的人来讲，伊根本会用选择时机来表态讲，当时我袂讲这是我的。所以对美国来讲，伊今仔日要处理全世界这样尼啊复杂、这样尼啊侪的代志，伊如何来取得伊上界有利的时机，甲伊有利的一挂资源，伊顶下。保留足些代志嘛，伊摆绝对袂迄一间拢显现出来嘛，所以咱直接哦，大家感觉讲，只要美国讲一句话，咱讲就身份证，含介绍台湾国籍就非常的容易。但是谁也无法度，谁个即马咱讲讲，哦，咱去讲啊，美国哦，真正美国一只无，大家招两个来看卖吼，招两个出来食只咖啡，讲美国伫台湾伫倒，大家熟悉一下。我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咱当初这个办公室成立的时阵，第一天咱扛棒采好，秘书长和台南区的机啊叫阮升起来，啊，伊种机构嘛做好，升起来第二天，啊，就一个啊外国人伫外口外外说，啊，伊种咱的宣传车嘛停伫咧啊头前个空地啊遐，好，一直伫看，我想外国人真好，美国人。咱就来下面交杯，请入来饮茶。啊，结果我请伊讲 ，no， 伊讲伊袂使入来。讲啥呐？伊讲对因外国人来讲，伊有规定，伊袂使参与当地的政治，因为伊有规定安尼。啊，所以伊入来咱家代表伊参与当地政治，伊讲伊安尼犯法。啊，两个人都底下拍你的，啊，底下拍你，伊还要讲，伊讲我问讲，等下。我讲一件代志不容易，因为啥呐？伊是因个朋友叫来，因朋友像，因是一阵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的军人，20几个哦，伫台南。啊，干那伊看有中文，因为伊来较久，伊带台湾某，啊，也要讲中文，也要看中国语，伊伫
咱台南一间大学教英文。伊甲我问讲，你插迄个机啊？我拢无意见，但是你先插迄支，吼、哦，咱上正手边迄支，迄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旗。伊甲我问讲，恁先插迄支，插美国国旗无遗憾嘛？美商、美国伫台湾的一寡美国公司嘛，常常插美国国旗啊。你若欢喜，你嘛插美国国旗啊。但是这支就无人插，这支你袂插，我袂插。你凭啥你硬插这支？我讲嗯。啊，我迄是恁美国迄阵国防部部长叫佩内达上完的啊，上完，佮讲上一句话讲 ，as you wish， 啊，咱有上过课拢知影，哎、欸，伊讲无可能，那有可能发生即款代志？我、哦、有啊，啊，恁佩内达国防部长佮讲讲，今年就是旧年，会愈来愈多美国海军陆战队会来台湾，伊讲你莫甲我骗，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听我的。我拢有学长学弟，还佫伫美国海军陆战队伫服役。啊，有甚物风吹草动，啊有人来啊，伫台湾都靠你无朋友诶。啊，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学弟来，当然学长爱甲交代啊，当然有消息来啊。啊，谁呐？伊拢无听诶，无可能。伊讲你绝对是凊彩讲讲诶。我讲安尼，我凊彩讲讲。我无彭丽达电话啦，啊无那恰来讲来，咱人彭丽达直接讲，啊都无伊电话，但是我含伊了开讲的时阵，讲到尾后伊忽然讲等，伊去想着一件代志，伊讲话吼啊 AIT， 迄阵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含美国关系真好，所以美国派一个现任海军陆战队的啊军人来 AIT 做武官。但是伊来了后，伊都穿兵服啦吼，因为 AIT 是民间组织，因为美国的大使馆，所以伊必须要穿西装。啊，加为着这个啊吼，美国海军陆战队很厉害。啊，所以因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每年在一月啊，冇这时间我袂记哩，有一个啊庆祝的啊典礼。啊 ，AIT 为着这个，伊很厉害。啊，为着要甲办一个 party， 办 party 总袂用叫一个人嘛。所以很巧，台湾所有哈、哦、有迄阵啊海军陆战队退伍的啊，住伫台湾只 OB 哦老吴啊，拢甲发啊贴啊，啊个请邀请即中华民国只海军陆战队高级的将领，娶某娶囝啊，大家伫 AIT 开一个 party， 啊为阿扁啊做总统，请迄阵开始有美国迄个海军陆战队现役武官开始，每一年拢会办一个 party， 啊小公哎。欸你跟我讲，我阁想着，去年就是2012年的十二月，啊，伊说咱2013年三月才成立嘛。你安尼，伊讲你安尼讲，我想着2012年的年底，啊，阮迄 AIT 的处长啊，对大家啊演讲的时阵，啊，迄个 party 面顶，就甲咱这 OB 讲，讲今年咱即马有一个，就是这现任的啊，现任的这个海军陆战队，但是明年以后。啊！你们朋友会愈来愈多，会来参加这个 party。还说想着讲，哎，这个代志我完全唔知啊。那是因为伊有参加迄个 party， 哎、啊、嘛是内部的 party， 伊根本无公开发表新闻稿。伊说想着这件代志，佮恍然大悟讲，哎呦，我讲的是唔是真的？不 ，AIT 的处长奈个讲，2013年以后，愈来愈多海军陆战队现任的会来台湾。啊，即、这个美国人说愈讲愈欢喜，啊，只要你知影嘛吼，咱若一个欢喜，咱就真歹运用别国的语言。伊本来含我用中文讲较足舒适的，忽然间一个兴奋落，怎无法度讲中文，就爱伫讲英文。我一直讲吼，伊个讲真甲你恭喜，我对你替恁台湾人欢喜。今仔日诶，即个代志进展间呢，我非常欢喜，啥呐？我希望台湾袂使搁安尼落去，因为伊娶台湾某。伊去台湾已经变成伊第二个故乡。伊看台湾安尼母安尼母，台湾绝对翘起个。啊，伊嘛无法度，伊嘛看伊母在伫这个国家，啊无安尼后壁变啊，就传到去美国。台湾无改呢，对伫一个外国人来看，台湾若继续阁往迄个情形，往这个目前，马英九这个政府安尼维持落，这个国家绝对亡。这个、外国人看得足清楚，但是伊嘛无法度。啊，到尾啊！伊听到咱讲安尼，好就甲我讲，我今日任务是接受因二十几个台南市的 OB， 台南市有二十几个
美国海军陆战队天后的楼啊，啊，大家拢袂晓中文，啊，派伊来探无草，讲即间是咧创啥闹，采咱迄机啊，因为即个机啊毋是伊看到的，是伊的朋友另外一个 O P 看到的，讲哎，看另外哎，你去甲看卖，即间是安那间插咱的机啊，问了伊非常的欢喜，伊感觉讲台湾有救啊，啊，所以啊，我讲安尼有救啊，咱毋着礼拜坐。伊讲，但是压是压袂使呀，时间点压袂到哈。伊嘛是搁伫外口，甲蛤蟆讲啊，吼两个礼拍去，拍袂几点钟，甲要搞偷足济酸，咱的温酸来当去互因朋友看。啊，伊件代志了后，啊，我甲秘书讲，秘书，你知哈？秘书有当下足臭屁的。我讲，我秘书真的一个，我当时甲伊骗过。吼，秘书就足臭屁，讲我当时甲伊骗过啦。啊，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亲身的经历过，那个人到后来我想要和他联络，我就想说你总参与政治不方便啊，因为你大学、哦、我不要说哪一间啦、哦、但台南的大学在教书，我说这样啦，我跟秘书说我、哦、没有大学的教授，我也在大学教书，你也在大学教书，我们两个不要用政治的身份，我们用私人、啊、我们都平平大学的教授，我们来林嘉宾开讲，伊所讲拒绝啦，伊讲卖啦，卖啦，安尼对伊无方便啦。但是啊，伊甲我讲，我甲你心中甲你讲，我真正甲你恭喜，今仔日恁今仔日行到这啊，绝对有法度解决台湾的问题。我阿姨比我较欢喜呢，我奇怪，因为看袂到足济，伊对一个外国人来讲，因有政治的敏感度，而且伊是美国人，而且美国人做些代表意义比咱感受较深。你讲我摕一个机啊来，大家嘛看机啊，那机啊，无定下个印度机啊来查。你感觉无啥，但是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的军人，伊伫美国，伊受了美国教育，伊知影这机啊代表意义是啥。既然国防部长这个机啊要给您，而且伊想起来，伊所有接受到一挂足无明确间接的证据，给伊一个足确定的结论。台湾有救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大家看到啊，咱逐工哦，目睭闭紧，大家拢思量工商哩无用，感觉代志咱逐工哩看，啊，袂感觉伊无共款。但是你外国当地人看，会看到台湾足无共款诶。咱头先必须讲诶，足济台湾诶迄个名号拢改过。我进前因为连慧心。连慧心伊开无一个因个什么食品公司啊去用检举，哦啊，大家讲哦，就是马英九要收你人家，哎呀，唔知无关系，因为有三个高级的主管去收啊。迄一天我拄啊，最近带闽南去食饭呢，迄段要加油演讲，我两拄啊食饭都看到警备车吼，甲、哦、迄三个送去咧车顶，车煞坐翻头，我看着拢太安呢，来。我那一张答案，好来，我怎看到迄签名写台湾台北，啊，佮我去找某迄台湾新北市，这户政事务所，来台湾新北市地方法院，哎、欸，借问诶，台湾是啥意思啊？无恁像中华民国，甲这本来写中华民国毋是？这应该是中华民国，所有政府机关，从秘书长，政府机关的头一定是你的国名嘛？啊，用台湾啥？台湾姓吗？还是台湾这地区？还是台湾的啥？你若讲用台湾姓，绝对袂通，是安那？新北市是直辖市，你若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啊，新北市就含台湾姓并大，敢毋是？直辖市含姓是并大啊。啊，平台你若用台湾省，即讲袂通。啊，你讲台湾地区，啊，台湾全世界无人用地区放伫你个政府机关个面顶啦。啊，是安那会变安尼？即个改变，咱逐工安尼看，你若无注意，你拢袂发现即个台湾、即、這个土地、中华民国和台湾个关系，慢慢慢慢一直咧拆开。所以有当时啊，我实在你看报纸的时候，我拢安尼咧看。因遐画胡茂，胡茂像含中国签的，中华民国呢？
咱在欢呼讲，哦，因先来讲中华民国的首都伫南京，啊，你台北是啥？本来就是南京，啊，不是？因中华民国也无迁都啊，中华民国直接死的，直接死伫现场，啊，尸体拖来台湾，啊，所以台湾含伊啥物关系啊？台湾这个土地和中华民国是什么关系？今天台湾也无去让伊用一个台湾姓，当初伊来台湾，蒋介石条说乌白说，该弄一个台湾姓和中华民国割掉的，台湾和中华民国无关系。啊，所以因为咱安尼回头看咱台湾这个政治发展的历史，咱会记得当初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讲要甲台湾先废掉，讲要总统直选，结果两项过一项，总统直选，台湾先砍到腿，你都无得废，啊个咩啊，冻掉诶，冻伫遐，台湾先袂使提掉。啊，我一届哦去拜访啊，永春一个啊立法委员叫蔡启芳，啊我还没讲这个代志先，我讲。啊，这是什么？用当年美国啊，你唔知咱去美国好关条条，美国讲你袂使废姓，其他袂使废姓。我这样想起来有道理。美国是咪讲台湾啊独立会发生战争？咱只要拢知影，发生战争唔是中国要甲咱拍，是美国要甲咱拍。是啊，美国袂甲咱拍，台湾目前是占领的。你哎、欸、兄弟，你是要讲独立啥？你独立，你唔爱问解占领，人讲要你独立无？你要见面啊！所以，咱来看，如果当初李登辉总统把台湾省废掉，搁总统直选，互你选几百个，我来讲，美国全废去，全世界全废去，台湾嘛废去。伊选十代，民国才三代了后，大家讲，哎，台湾是台湾哦，中华民国、中国是中国哦，好，变作所有的。包括为总统、副那个行、那个行政院，包括立法院，啊，台湾所有的管治政府，可能从台湾人直接咧做头。啊，你看大家话，中华民国无坏，改名、改国歌、改宪法，爱改，全甲改，国家拢要改，国歌啊、歌改，全部爱改，全部改改过，变作一个新的国家。啊，你看美国变呐？美国就惨啊！我来骗，是啊，因为占领未使转移主权，对不对？啊，占领你未使占永远的嘛，爱行人对不对？好，你死啊！当初日本天皇在旧金山合约，把台湾平和放弃，让你美国来占领，但是讲无变乎你哦，伊无讲变乎你哦，因为挂念乎你哦，嘛未使挂念乎你哦，啊，你又搞占占了就判给你。所以去中央台湾，我独立到选你。然后，那天皇以前是不会说话啊，因为啥？和平宪法甲天皇的嘴脱掉的。啊，你若说宪法改过，天皇讲来，安尼啦，占嘛占太久的，你总是爱行嘛。比如讲，潘石安就无小心，有一天会暗困一个醒话背起来，台湾那个选你独立去，哦，我无注意去独立去。潘石吼，你看潘石，本来啊，照琉球的模式，你看美国占领琉球，占领天皇讲，你不要那么退退山啊，来来，美国用个退一条南山来开呢。啊，你即马台湾本来啊，照琉球啊，行等下美国本来用去个美国退一条南山来开，即马讲天皇讲，啊，你今日潘石判给你，判给即些话日本。开计小讲哦，台湾足计大，你搞判给爱搞赔，美国要提三倍人啊！所以美国敢会用和台湾独立去，绝对袂使哩，怕死都袂使。无后摆啊，计小虽然可以，唔知赔要赔一个痛苦啊！所以咱家台湾迄种时阵啊，袂使废姓，你若姓废掉。台湾和中华民国都要脱钩去，脱钩去了，佮互总统直选，互恁台湾人做总统，互恁台湾个不可袂现有的事实叫 de facto， 你就是已经台湾人直接统治，佮几啊代了，我咧死啊！你即马讲歹势哦，我真正袂记你家讲，我才家占领啊！你即马来讲，啊，恁来，换人，
你咪咧讲啊，全世界嘛会讲讲，你比如你傲慢啊，你讲占领，你无照去人占领，啊，人即摆已经家己自治，家己成立一个政府啊，啊，你变讲退，讲袂使，嗯，好傲慢诶，所以美国怕死，都袂使互台湾省毁掉。伊保留这个台湾省是安那，要保留中华民国这个尸体搁一只，啊，伊个权利只要中华民国这个尸体啊袂登提登去中国台。这个尸体就是伊拖来啊，伊间接伊用迄做咱有迄个咖喱羊啊有无？后边迄条锁在美国哩，啊哩咖喱羊啊锁啊绑迄个咖喱羊空倒个袂叮当。中华民国目前就是南美国这咖喱羊，伊会当算啊，怎样权力伫个手头，伊到时讲无爱算，甲弹掉，万一直接出现，就是咱期待迄天美国重新正式用占领军的身份，美国军事政府来台湾啊，所以是安那。咱是过去看作一个美国是啊，只野蛮，不爱互咱费心，啊，就一个台湾省一只作恶杂的。那台湾呢，也无偌大，第一七七的，大概毋是做好管理，啥也袂使，啥只野蛮，啥也袂使公道。啥到尾啊，马英九含蔡英文，你算的时阵，咱看咱地方上蔡英文绝对运动会赢嘛，小猪会一只，每一只小猪，看代表偌济票，啥到尾啊？就是按年年都爱都爱输一百十万，而且最近啊啊，有一个讲法，我感觉真有道理。如果今仔日要来处理中华民国，这中华民国的总统是台湾人，我真火气啊！本来中华民国是中国人的政府，啊，贵州啊吼，说光了包起来都是像垃圾车来那个弹掉。农民底下都垃圾分类，你知道？我底下看哦，这台湾人，这中国人，啊，所以好马英九去做总统，含中央个到时就算标本什么包起来就好，国民听过讲哦，等下我甲会用卫生啊回收一下。你若去有错误门算掉，你看过来严重。内阁内底行政院长拢台湾人，啊，到时要撬咱个阁，阁了后伊要处理台湾这块土地的问题。爱甲重新建立中华民国的光照，啊！未来行政有天哦，看伊要怎处理。你等于中华民国要提早等嘞，啊！明天有台湾人嘞，啊！唔着个垃圾分类者，啊！但是伊是人一票一票算出来嘞，啊！所以如果啊去有错英文丢掉，哦，这声在美国真歹处理啊！所以用心计较，马上马上去丢，啊！丢了，你看马上就做了有好无？赞！赞，你拢看无，真正赞。咱来想看卖啊，每一届啊，政权要交替啊，一定爱安那，民不聊生呐。你大家起码哦 ，GDP 40,000美金，大家拢有头路。你讲要叫马英九政府走，大家买无？绝对不买嘛。起码从高趴，人走哦，好你家来走。那个江宜桦讲要给大家有小确幸，我讲伊也走台湾万幸。所以啊，今仔日何马英九选到总统，摕一支啤酒，敢那大家拢笑安尼，一选到总统，你敢袂感觉奇怪？迄无可能的代志嘛，台湾人敢笑诶？我往买票安尼买，敢从真正真困难，何解一个拍台拍台人选到总统哦？哎，选到总统了，第一件代做啥？油电双涨。油电双涨对每一个咱在座，你莫讲你有啥物学问，咱若看经济你歹的时阵，你甲油甲电起价，是毋是物价一定会起价？大家对你生活你歹过啊，你国家佫带头讲哦起哦起哦，代表大家死的。啊，但是想硬硬起，哦，讲一百条理由，其实干一个目的，你予大家民不聊生。啊，这是安那？民不聊生，这个政权要改换。较简单嘛，啊！你又搁存，哦，当初马英九讲的六三三，吼、哦，大家好康啊！你看，大家讲无咱个啊，你讲歹势哦，恁差不多啊，时间到，中华民国要走，大家没有走，大家既得利益高高看看做几回先，那有可能要走？美国要来，大家同汪样的。但是，咱来看今年，如果美国讲，哦，我真正看袂做了，你中华民国安尼做的真正是多。啊，我坦白跟您讲啊，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啊 scenario， 就是啊情境吼、
如果今仔日四月，日本修行过关，修行过关了后，听秘书长讲的，天皇就开始会用出声哦。伊第一个来出台湾的讲，哎、欸，美国，歹势，你搞这么久没行，啊，对美国是毋是上盖好落楼梯？如果今仔日美国前朝来出讲，甲国际小讲，歹势歹势哦。啊，就杜鲁门迄阵啊做个个个代志，也无交代清楚。后今我发现讲，原来台湾个平和是日本天皇，后今要处理，即款话敢讲会出来？即款楼梯落了敢好看？啊，所以今仔日如果是日本天皇来讨，甲我爸妈讲，哎、欸，少年呢，恁亲情甲我这么久爱行阿未？啊，我爸妈讲，哎、欸，敢是真的？我等下开一下雷哥回去研究一下。啊，过者两个月了后讲，哦，歹势哦，哎，啊这啊政权交接啊，足侪代志无交接清楚，总统当年算，我、哦、才发现啊，安排个行李，安、啊、尼是毋是来处理台湾这个代志，是毋是来美国楼梯落了较好看？啊，安尼类，咱是毋是会用做一回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啊，这个、时间点伫倒，这个、时间点我感觉伫六月啊吼。这是足奇怪，当初，我伫咧看报纸，看到一个新闻，我看，哎，足奇怪。六月到七月是美国啊，等两年啊三年，哎，有一个叫环太平洋军演。环太平洋啊，咱台湾都环太平洋、西太平洋这边。环太平洋军演一般拢是美国、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联合军事演习。啊，迄、那个新闻，恁哪里敢找得到？迄、那个新闻，你讲。台湾第一届，美国允准台湾参与环太平洋演习。参与环太平洋演习，台湾第一届啊啥？伊个标题啥啥？台湾你准备好未？伊从来毋捌参迄款国家，啊毋是即个啦，啊即、這个吼，参、哦、加环太平洋演习，海军准备好了没？你台湾准备好未？哎、欸，从来毋捌含迄先进国家做演习，你咩人无一个较听怎样弄掉？哎 ，Anki， 你准备好未？第一届台湾美国温尊，你来参加环太平洋演习。啊，到时台湾参与这环太平洋演习，这是军演哦。那航空母舰啥物，驾驶都会传传来伫太平洋这个地区来做演习不？比如你有头头讲的，小规模的战争，小规模的冲突，是毋是这个时间点？真正足拄好，真正足拄好，而且年底2014年，今年年底 ，AIT 伫金摩路100号这个总部，伊讲迄是 AIT 未来办公室，但是去到尾完全无成办公室。啊，伫2009年的时阵，是迄个美联社就消息透露出来，未来伫金摩路100号迄个所在。爱派美国海军陆战队来防守，啊，遐防守，咱来想看卖 ，AIT 是一个民间组织，啊，如果也搬去遐，啊，嘛是个一个民间组织，一个民间组织，伊有啥物权利伫遐加强保护因迄个所在？刚刚一个所在有法度，就是美国领土，伫对外国来讲，美国领土就是伊个大使馆。所以美国伫所有的国家，伊个大使馆绝对有武官拢加强，所以伊有法度有武装派伫遐保护伊啥，伫即个国家内底，伊美国我来控制即个所在伊个大使馆。还有什么啊？张孝炎呐，对，即蒋孝炎呐，去问迄种啊外交部长，中华民国迄外交部长欧鸿燕，甲问讲，你敢有看到即个消息？未来 AIT 讲要叫美国海军陆战队来搞，这对中华民国是好消息啊，歹消息。啊，这个欧鸿燕呢，就讲啊，乐观其成。那秘书，我跟你讲啊，你也是中华民国，你感觉这是好消息啊，歹消息？是啊，歹消息。那要关照，无啦，不一定呢。如果你也去讲讲，你讲哦，真好，是安那？伊也派海军陆战队来搞 AIT， 绝对要把 AIT 变作外国伊个大赛馆啊，变作大赛馆变啥？
是不是美国要和咱中华民国又重新建交？那照理讲，印度是安尼啊，啊，无伊奈底下做大赛馆，大赛馆就邦交国家个大赛馆，无伊和台湾这样就无大赛馆。伊用这边间组织，什么啊？美国办事处底下办公。伊啊，既然你关注要礼拜，遐绝对变作大赛馆，变作大赛馆，都爱和台湾中华民国爱有邦交。但是咱个晓得怎个？够可能？够可能？美国半暝啊吃西瓜款钱，佮中华民国学无来咱个建交？佮含这尸体佮艾克蒙佮倒来看有法度佮活起来无？够可能？绝对无可能嘛！包括中华民国的这些官员，伊嘛知影这绝对无可能。啊，既然军队来变大赛馆，啊，我佮伊含咱建交，这些代志大条啊！这代表啥？伊是欲承认什么款的单位啊？中华民国既然无要合伊建交，伊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啊，伊欲伫遮。各有一个大赛馆，所以中华民国迄种的新闻是啥？你无走，你到时会麻烦哦。你若无走，因为伊要直接有大赛馆，表示美国要承认台湾有一个政府，要含伊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啊，敢是伊中华民国？不可能嘛！所以中华民国伊绝对欢喜袂起来，汪鸿雁伊绝对假着。啊，唔通听他讲，所以佮讲一个乐观其成。你潘先生乐观其成，我们包袱准备好了。啊，就你只有走啊，啊，无变啊。2014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起来，所以秘书就讲啊，还免烦恼啦。所以美国是不是发新闻稿，还是讲叫咱啊来公布啥？唔免，只要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登陆，其他卡猜嘞，伊绝对会表态。迄、那个所在绝对是美国的领土。啊！美国领土的意思是啥？就是遐大赛馆。大赛馆既然唔是要和中华民国去建交，未来台湾有一个新的政府，啊，拢即马拢知影，迄个新的政府是啥？台湾民政府。啊，所以咱安尼看起来，其实咱只要做一件代志，咱目前只要努力做一件代志，就是更加好。较侪个台湾人了解台湾这个土地主权地位的真相，予大家未来美国起来去讲讲，啊无美国起来就要创啥？遐 AIT 后摆要做美军俱乐部是吧？啊，可能讲讲未来政治的改变时，咱台湾人啊都袂去做像英俊啊中国来像遐讲代志。所以咱今仔日我定甲咱同心讲，加一个任务。上界重要的任务，就是爱去甲搁较侪台湾人好了解台湾这个土地，目前是美国占领，未来爱含日本天皇，因为这土地的主权是日本天皇的。这主权的形成，哦，咱请咱的滚秀罗汉啊、哦、来做演讲，哦，伊讲啊真精彩，伊提出足侪的证据，哦，我用做话拢唔捌看的，哦，真好，爱来证明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咱伫历史安尼遮长的时间，咱用讲个上盖古上盖古，咱何先生教授迄本册，台湾是古早文明的发源地，安尼为遐个遮伫政治学面顶，有多一个国家，也是一个组织，捌建立过台湾的主权是啥物人？加一个国家，迄就是大日本帝国。到尾日大日本帝国曾经伫台湾甲平湖。建立过主权，是国际承认的一个政治的主权。其他无，其他拢在遐占啦，来遐大啦，啊大占一个部分啦，啊就伫遐做生意，目的是啥？伊的概念拢是殖民，是想要取得伊的利益，啊提走。伊无想要甲遮变作伊的领土，独加拿大日本，加拿大日本帝国有甲台湾变作伊的领土。而且最近我伫Facebook 看到咱东心啊，伫遐哩分享一个英俊啊天皇来台湾啊发生过一件代志。天皇来台湾访问的时阵啊，伊台湾一个将军就叫歌手个唱歌跳舞，天皇看，那天皇讲，你看，这就是满族哦，亚蛮人，台湾这亚蛮人唱歌跳舞，互你欣赏。天皇听了真无爽快，伊讲这是我的人民，你奈讲伊是亚蛮人。自从开始，
台湾人的身份就慢慢改变，因为对天皇来讲，这是伊的子民呐、啊，这是伊的皇民呐、啊，啊，所以咱台湾啊，自日本来遮统治了，渐渐经过五十年，日本帝国建立台湾主权，咱迄阵啊，伫台湾人拢变做日本人，咱台湾伫迄阵啊，变做全世界一列为世界公民，啊，有够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啊，死唔死？佮叫一个中国来遮，甲咱接受投降。啊，迄中国佮死唔死？佮拍输，伊今仔日拍赢，可能就无迄个代志。佮拍输共产党，啊，走来台湾甲咱占。啊，占即个过程，哦，昨哦，我听咱伯汉，哦，伊找佮资料真好。伊讲，大概记台湾唔是中国政府，台湾是太平洋政府。是安那？中国政府就是因中国汉人不相认的所在。台湾是太平洋政府，包括菲律宾、中途岛，其他是太平洋战区啊，所以韩国个真正一点啊关系都无啦，啊，都真正命运的作弄，咱台湾人去中国领地六十几年，啊，好加在安尼，今年、明年、最近的未来，咱真正台湾有一个光明的路啊，要行出来啊，所以咱一只啊，组织啊。咱真正嘛真好运，有法度伫这啊时代伫改变的这个过程，咱拄啊徛伫这个时代头前，来带领台湾人来改变台湾的历史。啊，所以啊，今仔日真感谢大家啊，正方有位台中来，有位高雄来，来参与今仔日咱的主餐啊个演讲。我今仔日啊，简单甲大家报告到这，啊，多谢大家。啊，做秘书有一寡，因为哎，咱请做秘书有一寡代志，甲咱报告者。歹势，互朋友、互人客，小我阁坐一下哈，来讲一寡啊，台南州的这两日的哈行程。明仔载是228哈，啊，因为这个文化中心、台南文化中心，就是伫咱总部阁行落去，啊，所以呢，啊，这个代志是。啊！要邀请咱台南州的同心吼，明仔载点半，好不好？吼、哦，同款穿正装地帽啊，吼、哦！啊，咱做伙来去遐吼，分咱的传单，吼、哦！啊，这就是咱的，那要讲是咱上重要的任务啦，吼、哦！将这个国际法律吼、哦，分去啊济啊，吼！台南市对遐出出入入的人，无论来文化中心参加活动的也好，啊，是对遐吼、哦、经过的路边的人也好，吼、哦，唔是要拄好人啦，吼、哦！有一个讲，哦啊，做了吼，遐人咧排队个，12点、12点半就甲你排队啊，你唔得遐很笨。讲唔是要杀好人啦，吼、哦，咱是摕物件伫遐好看，你有需要无？哈、哦，所以哦，咱明仔载要做伙来参与这个活动的，咱在台南州的中心内吼，唔、哦、是拄好人，因为去车头不一摆吼，贵啊，咁拄好人啊，结果收的转来先无讲我。啊，迄、那个火车头内面的垃圾桶拢咱来传单，吼、哦，所以吼、哦，有阵时也袂记你交代尔，对啊吼，我热情嘞吼、哦，我看到拢要伊，要伊，啊，你拄来啊，咱本土台湾人做侪拢食避暑，你拄来我就来摕，嘛结果嘞，你无看我就话断伊啊，吼、哦、所以嘞，上重要，足重要，吼、哦，尊重，吼、哦，尊重，咱这是好物件嘞，吼、哦，啊，你买无，吼、哦，是安尼，吼、哦，啊，所以这个是明仔载，吼、哦，诶，活动，啊。因为咱台南州有开一个课，吼，两个课，那要讲两个，一个是罗马白话字的课程，吼，啊，这个是对这个过来礼拜日，吼，11:30到12:00，短短30分钟来听，啊，因为这个吼是安排伫咱即马台南州有一挂即个信仰所的中心，然后包括我在内，啊，所以呢，大家小少讲，嗯，咱台湾民众在集中安尼，吼。啊，可能是不是来成立一个教会安尼啦吼？哦，所以有安尼的想法吼、哦，啊，所以开始照咱的总部的所在来做一个吼，逐、哦、礼拜日做礼拜是对9:30开始，礼拜是正式10:00，啊，这个到11:30礼拜刷到12:00，就是罗马字吼、哦，所以咱讲嗯，敢若有这个台湾政府承认就表示你是本土台湾人，唔孤，台湾会听有，台湾会晓讲，唔孤。嘿，嘿，那提出来你看，敢读有变格嘞？哈、哦，罗马白话字，所以咱在讲讲，哎，我是本土台湾人，唔过这什么物件？是哦，啊，那时候会晓读，唔过都唔知意思嘞，哈、哦，还是讲我，诶，怎样读？你听你就知影，哦，所以这真重要，
哦，所以是对咱台南州呢啊，特别哈，阮、哦、有几位知影讲，这真重要，吼、哦，啊，所以开始来开这个课。佮第二个课就是，足侪人，吼、哦，我相信足侪人是一定爱到时要派官，吼、哦，必须定来派嘞，吼、哦，咱得爱去的。不过呢，做官上重要爱会晓啥，吼、哦，吼、哦，所以呢啊，这是我的本科啦，吼、哦，免啦沟通，吼、哦，啊，所以呢，特别我是原来为着咱台南州遮，差不多45岁以下的，吼、哦，同心，吼、哦，来开这个课，领导佮沟通，啊，这是。拜五3月初7，吼、哦，拜五诶，暗时7点到9点，吼、哦，连续8礼拜，所以拄则有一个同心就讲哦，你的课我想要参加咧，唔过我嘛另外一个所在哦，拜五嘛有课咧，敢讲咱旁来上我歹势，因为逐礼拜来咱有作业啊，这礼拜等于爱做，后礼拜来爱报告诶、哦，所以歹势，后拜等下留时间哦，可能要开，吼、哦，啊，则欢迎你来参加呢，吼、哦，啊，所以简单报告这两项，吼、哦。啊，明仔载咱有迄个周测，好、哦、通知好啊，哈、哦，所以好，多谢，好、哦，以上简单报告，谢谢。好，安尼，无咱今仔演讲到这，多谢大家参与，多谢。